我一定要说，周深真的是超级无敌大可爱。他想让曹佐嘉士唱一首歌。曹佐，你准备的嘉士是原创编舞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可能嘉士一首唱歌？但其实人家准备的嘉士内容是原创编舞，但导师给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？他的音色还是很有辨识度的，但是音准不够。然后周深就对曹佐说：“对不起。”然后直接来了一个现场教学。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。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？你要有重有轻。这是什么天籁之音啊？